每年嘅回归晚会都会请一啲有实力嘅歌手上台表演，今年都唔例外，请到李克勤嚟献唱。克勤嘅唱歌实力当然系毋庸置疑啦，但系佢嘅毅力咧都一样咁强噶。事关其实佢近日翻屋企嘅时候落车嗰阵，唔觉意挫亲条腰，仲痛到瘫咗喺地添啊！不过佢呢晚依然忍痛上台专业演唱。西侧我只得我，记错样貌满太基础，记错如何叫我有那些感情，记得一清二楚。记错无弱点的基础，你似儿童逃课，刹那间记得起我的表肯记不起我。不过克勤其实真系好痛下噶，睇佢落台嘅时候都要人扶就知道啦。